那我们现在版本里面单位用的是什么？这个脚本里面单位我没有看到他有写是什么单位，所以我在看他的，因为他就是他是算是类似算他平均温，然后去热通量除以他平均温，然后再除以乘以最后这个数字，比较不知道这个七万多是在乘这个七万多的数字是哪里来的，我不确定他的单位是什么。欸，那如果不乘的话，前面的单位是什么 ？Heat flux。Heat flux 是一个固定的值吗？对，就是我们负的0.02是我们给的吗？对，我们给的。然后这是它的那个截面积，然后两倍的截面积跟那个这好像是那个时间的怎样？就是那个公有个公式的、两倍的。它正常我们 heat flux 公式是长怎样？公式这里，对，那能量上，对啊，能量两倍的截面积跟时间的平均值吧。哎，那。我看一下，为什么要除上二？这个二吗？对，对，我公式上面有写，这有一个二。不是，我现在问你，它的物理意义除上二是什么？物理意义。二。是因为我们给的 heat flux 是往两个方向跑，所以其实只有二分之一，是不是？哦，应该是。下面这里。还有两个方向，那所以这个物理意义就是说，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流过去多少的能量嘛？对。好，那所以我们在 lamps 里面，你的 unit 是 metal 吗？对 ，metal。对，那所以这个 heat flux 除上单位时间，你的 time step 是？是取一吗？因为原本是 real 嘛，对，这边一算很大哦，一哦，这边一是一个 picosecond 哦，哦，所以我应该是要改我的，然后这0.02是对应真实的物理单位是多少？单位 real。0.02是前面给的定值吗？就是给的那个能量的定值。脚本前面你就是给0.02，是不是？看一下，然后因为我现在有两个脚本，有一个是我调整。我有一个是用 real 去跑，就是没有去动它的那个什么，它的 unit 的单位。你如果用 real 的话，那你的 potential function 上面相关的能量长度都要改吗？有没有改 ？real 的话应该不懂，因为它原本的脚本就是 real 的。对，它原本改 real 才要它的 potential function 里面能量的参数都是千卡莫。哦。那你现在如果改 metal 的话，你的能量单位 paper 上面给的不是 EV 吗？对。对啊，那所以你要改系统才会改。所以其实所以老师就是我这边也是跟着改，就是我如果改成 metal 的话，这边然后这个也不是你昭全，你现在用它的能量单位，然后带你的参数，这样可以跑得起来吗？用谁的能量单位？你现在不是说你的单位是用 real 下去 run 的吗？对，这个脚本是用 real 去 run。不是你自己的呢 ？Borrow Nitride 也是用 real 这个下去。对啊，我这个我是用也是用这个，这也是 Borrow Nitride 的。可是你如果用 real， 然后用 Borrow Nitride 的参数，你在做 NVT 或 NPT 的时候，它会
它会结构会稳定吗？结构稳定，它run动画放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好了。看一下，欸，周雪，你有没有去做一下你的 Bonelines 和 Crystal 的？嘿 ，Crystal， 我这个是用 Crystal 的结构去，欸，去算的。那不是要做一些 NPT？ 对啊。那你单位是用 Real， 但是你给的 Pleasure Function 里面的参数，它的能量是 EV， 结构应该不可能会稳定吧？哦。所以有没有？有没有动画可以放一下？好像没有动画，都只有它只有结构的档案。所以你的 NVE 是前面都跑完 NPT， 嗯。那你现在是要模拟 Amorphous 吗？还是 Crystal 的？这是 Crystal 的，欸，可是 Crystal 你跑完变成 Amorphous，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现在的结果是这样，对， 看起来好像，嗯，这个是你的 initial 结构吗？这是最后跑出来的结构。那你做 thermal conductivity？一开始要读一个crystal 的结构嘛，那个档案长怎么样？好，这样子的。对，哎，欸，啊，赵全，你。之前不管有没有做什么模拟，你有没有模拟过这个 crystal 的 boron nitride？ 嗯，结构稳不稳定？结构稳定。LAMPS 有没有 run 过？老师说 run LAMPS 的随便一个脚本吗？对 对， 對 ，boron nitride 啦，先不要是 small conductivity。之前确认我们用的 potential function 对不对？有没有？run 过一次 boron nitride 的 crystal 的 crystal， 之前是在就上课的时候拿来 run 过 NPT 的，欸，啊，稳不稳定？看起来好像结构有跑掉了，你这好像没有结构呢，输出的是速度呢。这速度，因为对，之前是有动画可以看，不知道什么也没有。NVT 的，这是 NVT 的，哎，欸，对，就是也是一样同一个的。像这样，啊，它的密度是多少？密度
NPT 有稳定吗 ？NPD 没有稳定。NPT 因为现在结构好像跑掉了，我先看 NPT 的。欸，张学，你今天先确定一下 NPT 稳不稳定，然后它的密度是多少？好，好，然后你刚刚 NPT 在运行的时候，你的单位是什么？我是说的是 TC 这个脚本，就是什么 connectivity 这个脚本？是不是？不是，先不要管 TC， 因为你run出来的结构完全都变形了，那这样后面 TC 是不准的啊。嗯，我看一下 NVT 的脚本。是 metal， 对 metal， 那你的 potential function 的参数是用什么单位？原始的 paper 它是什么单位？参数的出处不是有 paper 吗？对，我看一下。欸，看一下 table one， 它的单位是 EV 嘛？对 ，EV。对，那你刚用的 real， 它里面的能量单位应该是圈卡摩尔吧？圈卡摩尔，嗯。那如果圈卡摩尔跟 EV 要做什么换算？好像我好像有换算过。对，那對那你再带进去单位是 real 的，你有能量有换算吗？前面那脚本没有换，那就完全不对了嘞。OK， 都知道了。欸，因为我们以前做过 nanoparticle 跟 polymer， polymer 的合并，那 polymer 原本的参数是千卡摩尔，那 nanoparticle 是 EV， 所以我们要选择我们的 unit 到底用 real 还是 metal。嗯，好。哦，我们最后是选用 real。那所以 polymer 的这个系参数呢，就带跟完全以前是一模一样，因为它的能量单位就是千卡摩尔。但是 nanoparticle 的参数里面是用的是 EV， 我们就要人工先把它换算成千卡摩尔，你才能带进 lens 里面运算嘞。嗯。对，然后 metal 跟 real 的长度单位正好都是 angstrom， 所以你是这个长度单位是不用换算的。对，那所以你现在这边直接改成 metal， 你这个参数才能使用啊。好，我了解。哎，那昭全，你的 basic hopping 里面单位是用 metal 吗 ？basic hopping 我记得是。用 metal， 因为这个原本开发是做金属玻璃，对，那文献上或是我们 fitting 都是用 metal 为单位嘛，嗯 ，OK， 好，好，欸，所以教学的确认一下 ，TC 的全部都是不太对啊，嗯，好，那我再跑跑看，但是所以老师，我这个跑，我跑了这个的，就是假如我现在是跑。这个的，所以我还需要再创一个更大的结构，再跑也跑一样的脚本嘛。就是，高雪，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以前在求 thermal conductivity 是怎么求的？我们以前发表的文章，欸，来这张图，有没有注意看？嗯，这样
毒漆，毒漆是怎么弄出来的？有这个导数，应该是好几个 case 吧，然后去比较的图嘛，就去看跟他最后创的长度热导率的变化这样。好，来赵全，你是缺几等分？比如说我们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热通量是沿着这两个方向，因为冷区热区嘛。对，你这边缺几等分？三十等分。对，那宽度是多少？宽度是43。好，43跟50是不是？对，43跟50。好，那 thermal conductivity initial 的长度是80嘛，然后你把80切成30份嘛，是不是？好，我们通常会先确认一下我们这个截面积的大小，一定要大到某一个截面积够大之后，它求出来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在80长度的时候，它的值会趋向一个定值。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做模拟的时候，系统不能用太大。就是说它的长度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然后会去把它的宽度给的 unicell supercell 在宽度的部分会把它给增面积变得更大一点，算出它的 thermal conductivity。嗯，所以你这时候会看到，比如说横轴它的面积，纵轴是 TC， 它的截面积大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它的 TC 会在一个固定值震荡。来表示说我们模型宽度够宽了。好，这时候就取这个 thermal conductivity 已经达到定值的最小的宽度，再去改变它的长度。好，比如说你原本热传导的方向长度增加一倍，增加两倍，增加三倍，求出来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都不太会不一，大家都不太一样哦。哎，赵全有听懂我意思吗？有。好，那不太一样的话，那我们最后就完蛋了。为什么完蛋了？哎，赵全有没有知道我的问题吗？他说是长度增加几倍，找到你先把长度固定，增加截面积，截面积一直到某一个截面积的大小，你会发现求出来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的值大概不太会变了，这时候你就要开始增加这个热通量的长度，增加一倍要再去 run 一个 case， 增加两倍再 run 一个 case， 增加三倍会 run 一个 case， 都会求出不同热通量长度方向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对不对？你会发现求出来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它的值都会不太一样。这样有没有完蛋了？真正人家在做实验，当然都是几公分、几公尺的材料做 thermal conductivity 嘛。是。那我们模拟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大的系统，但是在模拟的现象中发现，你把周期边界这个热通量的长度增加，同样也是切30份，算出来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会它的值会不太一样。
来，那你再回到刚刚的图，这给我们什么样的暗示？有没有注意看？这边是导数分之一，然后这个是 thermal conductivity 的导数。你这张图给我们什么样的暗示？哎，昭全，你看一下哦 ，L 分之一零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们模拟的这个模型趋近于无穷大？对。也就是说，这边我们不可能做一个无穷大的系统嘛？嗯。我们只能做，比如说我们以前资源有限，只做三个 case。那你当然从这边就知道，这个 L 分之一的值如果越小的话，其实代表我们的模型长度是越长的。越长，对。那你可以看出来它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的导数越小，是不是都不太一样？对。越小表示什么？它热导率越高。对，没错。啊，人家发现一个关系哦，在做分子模拟。它的热通量的方向跟算出来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的这个两个都取导数会成正比，应该是说，看一下，对，成正比。好，那既然我们的模型在长度方向不可能取得无穷大。所以只能用有限的 data 去做一个弥合，所以找到这一点才是真正具观的 thermal conductivity 的值。好，这就是好，哎，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 Material Studio 做的 ，Material Studio 平行的效率非常的不好，我们算好几个月只能算出三点来。好，哎呀，所以昭全，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检查一下 NPT 你的失能预测出来的密度到底跟实验到底接不接近？啊，第二个 thermal conductivity 的脚本，有些单位要改的地方你要把它改一下。上次你不是把那个热通量改成？对啊，0.009。那 unit 没有改啊？哦，因为我后来在想说试跑 real 的 unit real 的看看，对。所以 你之前所以 你之前做的那个产生很奇怪的什么 loss action 那可是 potential 的问题嘛，对不对？嗯，后来解决的方式就是把 time step 设更小。对对对，但是结构还是完全散掉嘛。啊，是。而且哦，你切了这个30份哦，你的粒子不能随便乱跑到别的区域哦。嗯。啊，你一开始分了30份，结果你的结构完全变形了，可能就有很多原子跑到别的区域去了。嗯。所以你这个算出来也是有问题哦。嗯。因为冷区、热区它是根据区间去给的吧？是不是？啊，如果你这 particle 跑到别区了，是不是别区也有可能变冷区、热区啊？对。那好，所以你必须要做这两个检查了。好。OK， 好，先做这个。好啊。OK。好了，老师，那我现在也要报 paper 吗？哎，好啊，报一下。好，那我昭全，你那个 NPT 做完之后，就让我看一下。好。然后还有你的系统准备要做哪几个，才能把刚刚那张图7做出来？你先列一下它的尺寸，你准备要做的尺寸。
那我现在应该是要先确定，就是我先把我的 x 轴跟 y 轴去放大嘛，就是面积，因为老师说面积对要对够对，大。好，那你先做这部分好了。OK，好，那我当然那我。因为你原本80系统太大了，所以你就是先做40的系统，然后去看截面积是多少。OK，好。对，白看的 paper 是，它就是，它是那个金属玻璃的材料，然后它是看它是 amorphous 的结构，然后去，就是用分子动力学，然后去对它做那个纳米压痕的变形的行为，这样，然后它是有做一些排序的，就是它是比例的话是铜80锌20。然后跟铜20锌80这个有这两种 A、B，然后去不同的排列，利然后你亚再看是它锆嘛，铜跟锆。Zr 哎哦哎，Zirconium 是锆嘛？对，是锆，好，然后对，然后去看它的那个还有它厚度对于它的硬度的影响，这样，然后。他说，因为现在他们很多实验都只有讲到纸飞机对于局部的变形的它的影响，但是微观的机制还比较不明确，这样，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去做，然后是用 MD 来用那个分子动力学，对，然后他们的实验方法是像他是创了很多种去比较，一个是就是反正他就是有分。铜二十，然后锆八十，然后锆铜80，锆20这种，然后去做排序，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然后它的就是它一整个长度的话是16纳米，然后就像它这个就每一层只有0.5纳米，所以它就有32层。然后这个就是一层是0.8，然后就是有不同的层数这样去做比较。然后它是先在 NPT，然后周期性的边界，然后压力固定是那个0.8，然后用那个 relax 在20 picosecond，然后在50K 的温度下，然后之后它再升温，去让它变成 amorphous 的结构，然后之后再 relax 这样，对，然后它再来是做就是它上面做了一个那个钻石的圆球，然后去从上往下压。然后还有分三层，一个是刚刚讲到的那个这个，它称为它的牛顿层，然后下面有一个是它的恒温层跟最后的边界层这样，然后那结果就是不同的，这个红色这个是铜八十跟锆二十，然后黑色的是铜二十锆八十，所以其实比较起来的话。那个铜80锆20这个它的强度会比铜20锆80这个来得更强，对。然后其他的话比较的话也是就是，它有分就是在它的 H 射1到2这之间，它的随着它 H 的增加，它的应力是会增加的，这样。然后再是它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图，然后这是上面是铜二十锆八十，然后铜八十跟锆二十这样，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对它。这是 local shear strain 吗？shear strain 它的剪切应变的分布，他的作者是高英大的老师吗？我看一下，好像不是，好像是大陆的，大陆它的，是好。山西的，对，然后本酒是用什么？很久，看一下。
Central.哎，小雪，你这有传到实验室的那个资料夹吗？啊，这个还没传。对，大家都要记得传一下，因为我 N 也会做备份。嗯，好，给我大家再传。他 potential 他没有讲到，我这边没有看到他有讲。哎，不太可能嘞，因为每一篇 paper 都要要求人家可以 repeat 他的结果 ，potential 如果不讲，等一下。有一天，有这边就要 repeat 它的结果，就 repeat 不出来。嗯，这边有，它是用 EAM 的一个这个。哎、欸、，OK，EAM，、okay, 然后对 EAM 那个 tip 跟 Zirconia 跟这个 cover 是用 Lina Jones。嗯，好，然后。后面还，然后就再就是一样也是铜二十，然后这是铜八十，然后它的结构化是这边的原子堆积，就它压下去之后，这边有的原子堆积是比较少的，因为它的整体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然后铜八十的话，它的压下去之后，它的旁边的原子的堆积是比较多的，就是它因为它的原子的结构是排的比较紧密的状况，这样对。然后那就是比较它的强度跟。它那个，然后它的长那个随着它层的厚度的比较这样对，然后所以整体来说就是铜八十这个它的硬度是最高的，然后结论就是对铜八十的硬度是最高的，然后铜二十这个是它比较起来最低，然后就刚刚有提到是假如它的那个厚度是在介于一纳米到两纳米之间的话，它是会随着它的厚度的增加，然后它强度也是会跟着增加的，这样对。然后还有就是后面刚刚讲到铜二十，它的原子堆积是比较松散，所以它之后压下去，它的原子的旁边的堆积就是比较少。然后铜八十的话，因为它结构比较紧密，所以它后来